好，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是 Osborne 新出的合集 My First Encyclopedia。 那这一套就是这一组，我现在只有拿一本，它有本来有很多本，但是最近就慢慢的都没有了。之前我开过一次团购，但是还有七本，然后之后他们就把它合起来，因为就是要出这一本。那这一本就是呢，其实内容跟这个里面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呢它的页数，它的页会比较薄，所以就是如果你们家小孩还比较小的话，就是考虑你还是要买这个，因为这个是这个你看是厚的，这个是厚纸的，所以是比较坚固的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是买这个合集的话，是比较薄的，它是亮亮的，但是内容还是非常丰富。如果你的小孩已经比较大，大概六岁七岁五六七的话，想要买这个的话呢，你就是买这一套就会比较划算，因为里面全部都是用图画插画的方式来介绍很多东西，但是介绍的非常详细。像这个我看一下，人体的这个好多、怎么没有发现人体，哦，这是 science， OK， science 跟人体长得很像。这个是 space 的，然后 our world 之前很久就已经就是 out of print 的，所以就是这几，但是都合在这里面，有太空啊，然后这个是 outdoor 吧，看不出来的，哦对，看一下这是什么，哦这个应该是 our world， 对，然后看一下，因为很厚一本，后面还有这个可以查字的哈， where， 哦这个是，这是什么呢？ factory。这是个是哪一本啊？感觉哦 ，Long Ago， yeah， 这个是没有的，就是没有单独出的，所以这是额外的，不是额外啦，就是嘿，就是就是之前都没有出过。这个就是 Dinosaur 的，哇，很多、哦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是 Animal 吧？各式各样的动物。你要查两栖类啊，什么都有。哎，这里，哎呀，我就觉得翻到好像有一样的页数啊，还是我翻错了？有一只熊，好。哦，这里有不一样的。OK， 好，没有，我以为我翻到一模一样的页数，翻了两次。然后还有这些呀， yeah， 所以呢，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买这一本哦，就不用买这一套。如果你小孩比较大的话。